名教外金掌激斗洛基尔露背头敲实开窿舒淇潘怀晒啲啲天华晒马青云晒恩爱刘海彤晒纹身蔡洁晒冷咁滞添啊！昨晚第34届金像奖未争奖就先抢镜，不过红地毡就竟然成为黎明前妻洛基尔同旧爱舒淇嘅战场波，一黑一白一睇就知佢哋势不两立啦。担任男女最佳衣着评审嘅基尼就先出招，以一身黑色超 D V 兼大露背晒拆弹胸，而做颁奖嘉宾嘅舒淇咧就以白色开窿晚装应战，大 show S 身形，大性感程度咧就不及基尼咯。我唔会拣自己，我中意去拣第啲人多啲。所以最后男女最佳衣着就落咗喺伟仔同君如手上啦。不过行红地毡，悉心打扮就唔系为咗呢个奖嘅。好似阿 sa 咁以红色长裙出战啊，唔通贪佢够黄？冇乜话要唔要黄咯，想拣一啲有颜色嘅裙咯，因为大部分裙都系一系黑色，一系白色。哦，原来拣红色系想避开佢哋。啊，咁又系嘅，咁冷火力一阵伤及无辜就唔好啦。